庙用的呢，寺庙用的五老官土，五老官土正中央有没有五位老者，叫长者尊者官土，官松鹤长青土还是什么土，要延平郡王府，延平郡王府要办建教大典了。哦，旁边还是一贯道义和圣堂，八个单位的新营的叫合成单位建庙的用地啊。哎，红点传师帮忙代理周点传师管理的期间，穆德的土地呢